今年农历春节与藏历新年喜重逢，随着节日的临近，拉萨街头的年味儿越来越浓，年货市场不断升温。藏族百姓的必备年货都跟吉祥如意有关，而传统美食里也有了新花样。要说这几天拉萨街头年味儿最浓、最香醇的地方，就是市中心的卡色一条街。每当藏历新年来临时，家家户户都要购买一种特别的年货——卡色。它既是用来招待客人的藏式甜食，又是喜庆好看的装饰品，用面粉、酥油、牛奶、糖混合油炸而成，形状有蝴蝶形、条形、方形等多种样式，口感酥脆香甜。而拉萨最主要的年货交易市场八廓商城这几天也是人头攒动。2019年年货会正在火热进行，为了满足市民的需要，今年年货摊位达到了321个，比去年增加了40个。年货必备清单里，比如象征吉祥如意、五谷丰登的切马，代表吉祥的装饰羊头等，做工比往年更加精细。在年货市场上，我们见的最多的就是这种象征五谷丰登、吉祥如意的切马盒，精致的斗形木盒，外面雕有精美的藏式图案，里面会装青稞和糌粑粉。每逢藏历新年，家家户户都会拿出切马盒重新装饰一番，放在客厅显耀的位置。在拉萨的年货市场，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年货，叫罗萨梅朵。罗萨是藏历新年，梅朵就是鲜花，连起来叫做新年花。它是用五彩的青稞麦穗做成的。青稞是藏族百姓的主要粮食，把青稞穗做成花，寓意新年有一个美满丰收的幸福年。当然，带回家的还有这一盆盆象征新年新气象、生机盎然的青稞苗。新年临近，不少周边县乡的农牧民全家都来购买年货，添置新年物件。这次我跟妈妈从乡里过来，就是给姐姐和弟弟他们买一些新年衣服啊什么的，那一些糖啊什么的，然后给妹妹他们买了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。这边丰富多彩吧，